大爷，你服不服？不服就再来一盘。我就不服，你走。那我就先走了。啊，你走，你走。滚吧。我以为那时候。为什么？出去说吧。我也出去。熊和军。来，平婆。我谁不就怼绝呢？我不怼的是。他走了，走不了，我不怼他，我还。来，我还。我走个时间，跳个兵吧。跳吧。进兵。我进个军衔。我再上马。滚掉！滚掉！滚掉！我滚。他不知道滚，我滚。上。回头这土匪。再滚。我再一共干哈那个兵就厉害的是平炮攻不动了吧攻不动了我上个死就这是这走啊出去这个死啊哎我看这个走呢改变策略啊进去过河是你兵上个上他吃进兵哦他攻就人家不攻可以上山我上他攻击了我婆吃的现在想得美你把这个兵送我这干嘛呢我想得了然后他平均那绝对你黑一点没看着的那没看着的我吃爽了看着了吗那走的好咋吃啊将军马会这跑我就啥个事我为啥有回马呢马后面这是马不得会我回马对好吃掉就行了鸡巴那马看着咋吃呢这个来我还看着这他上攻他攻了去来我飞下攻掉不王先少个死就听听了是退去攻个憋死还有时间攻边兵啊哎呀那不放时间那只睡不住嘛进去对咱这吃麻就小三娃就吃了吃上去根本就累了嘛那也吃麻不死麻了嘛吃的嘛滚你也滚麻不死掉了嘛你也滚他嘛滚啥呢那吃麻的呢我滚他煮啥呢对我对就算了他对就你吃他这回子新康郎就吃那水这就喝了辣子水呢下来我回来我也回来那居然那地方啥事都没有嘛退吧打你进去了打我的侄娘啊打我的侄娘打去幸福了我平局打死尊的打死尊的打死尊的能打死吗打就打睡怕睡是你做主打冒睡怕睡哦马克他咋出那给局生根了吃局对局哦对局啊他还去上这哈对你的马来了还对局呢你说对我就跟你对呀这个都是我能回来呀有没有上来的叫马有回去那是啥东西那不是纸啊吃泡了吃泡了吃吃不有了啊换掉了不有了那吃吃不理你你还得泡那我泡呢听吧咋办呀
咋办呢？又换啊？对焦。哎呀！吃。妈的，操！今个操了这，比外吃外。真的不发现我已经。平局。我已经修了嘛，就他话走哈。再平局。啊、哦，有个过河的。那金兵，我再吃你。那能吃上吗？那今年那抓呢？今年呢？嗯，跟着走。能吃上吗呢？平吧。对，最后把你个兵就吃给他吃死了。你看，能吃死吗？对，看住。吃。嗯。滚吧。开掉！平局，再回来。我会都不会，我看住了，还打呢，打不上。哎呀，嗯，还说的。金龙兵，打呢打呢，还不听话还。平局。不管了，进兵，赶快！我给你请个兵吧。请吧。来。嗯，别住。别住。上不来。平炮。拱炮。我拱炮断了，我水果洗去了。你拱炮他咋办？马上去，马上去了。嗯。什么？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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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住了是对呀。等住了吧？俺这拆掉了，让这个啥吃哈？吃。他换吃了又不是煮的啥的。金苹果喝。上嘛。嗯。那顶顶给我搁哈，你要是顶顶给我搁哈。你是我好还跑，好还连跑不过。能拱上吗？现在上，现在上。最后来上着。进不来上，平局，把你揍，我好着呢，下个平炮打他局，我就走哈，那大招了，你也看不来呀，你也看不来，嗯，打了呗，看看他不让你打局，他让你斗量，看着了没？平炮，哎，平足叫啥？平足。吓死了！我下个试，挂脚一脚，打掉。哦，不，我吃哈这个东西。又上试了，我能吃上。他倒平局了啊！测试，大脚，大脚。哎呀，张军，飞个冰箱。哎，往这跳。跳。嘿嘿，我把他上个他打掉。上不是破掉了吗？平炮，哎呀，看你现在怎么办？咋办？咋烧了？哎，咱不被烫葫芦了吗？哎呀，哎，我的这东西是个啥？这是个？哎呀，还能吃啊？哎呀，将军，对，你也上给他吃吃。那上吃的脚啥的呢？他敢吗？他敢吗？出帅，跳马一脚。哦他这肯定是不吃啊，还就是很支持的，支持啥？哟，嗯，上市。哎，你将军狙给踩掉。往哪里？往前整个狙嘛，他上来。嗯。我上来。回马一将军踩掉。什么？什么？全场是不是狙给踩掉？是别的，那狙地上了。哎呀，叫啥呀？那还叫啥呢？那就跑都跑不得，麻死了！哎，死马一匹。我出来，你在那儿？他不该吃啊嘛？咋不该吃？就你吃了。人家用象吃，又不用狙吃。打兵，兵打死。哦、大军，哎呦，大军！你这将军人家平兵了，你。我上的直接走。没骑嘛，大兵，哎
三帅，来，兵打了。不是，大兵没人。张军。哎呀哎呀，我那个天哪！张军，飞将，你的大兵啊，把你的兵吃掉了。张军，上来。这有啥气啊？人家还是下将吃兵王。进军。哎，站累。机会往吃上去了。平军。对他将军你就落下。皮炮。打你兵着呢。打兵着就是打。大军在往国内看可打不上。多大的事？平个鞭炮。俺是上头这些将军来了啊。哎，俺俩往这个走，这。那还叫大平了？这个走。将军。落下，落。俺我这个是上哪了？他。再见。上来。没吃了吧？给！哎呀，将军，冲炮绝杀了！哪个冲炮绝杀的？嗯，走，咋杀的？再讲。啊，你看我伤的。将军，小哥哥，不能说小哥哥，老死那冲炮了。人家再讲冲炮。什么？大军呢？我吃炮。哦，你还不疼的时候，我们也入开了。不是了，咋办呢？咋办？走，看你怎么走。没救了，哎呀啊！